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 ，f(x) 它本身是一个分段函数，比负一小听它的，比负一大听它的，啊，它所以说 f(x) 本身是一个分段函数。题目却怎么说？它却是一个连续函数，代表什么意思？虽然 f(x) 拆成两段，但是在负一的地方有没有接到？有，所以说图形我们断掉没有？那好，他又说把微分用负四分之一代等于几 b？麻烦求 a 加 b， 这样行不行？把 a 加 b 算出来行不行？好，怎么算？第一件事情，题目说它是个连续函数，所以说题目看起来是分成两节的，比负一小听它的，比负一大听它的，分成两节，代表说又是连续，可见两次两节在断掉地方一不一样？一样。所以说把这边 s 用负一代带下去是几？负三减六，负九。这一样 ，s 用负一代带下去是几 ？a 减一，好不好？这两个在断掉地方会一样，所以图形有接到，所以说叫连续函数，看行不行？可以吧？啊，所以说你要知道题目的意思，本身 f(x) 是分成两节的，比负一小听它的，比负一大听它的。那题目强调是连续函数，所以说虽然是分成两节，但是这两节在接负地方有接到，这样行不行？可见 x 用负一代负三减六负九 ，x 用负一代 a 减一，这算出来这两节在接负地方会一样，所以说用负一移过去，所以 a 就是几负八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写到这里之后，来第二件事情，他说 a prime 负四分之一是几 b， 什么意思？代表说对 f(x) 而言。对吧齁 ,OK, 第一组是几 ?3s 减 6, 我把这 fs 写一次好不好 ?a 用负8代负 8s 平方加 x, 这样行不行？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时候麻烦你什么 ?a 派负四分之一等于 b, 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把微分微下去产生什么现象？微分微下去之后老师可以确定的，只要比负一小，微分一定是几 ?3, 只要比负一大，微分微下去是几负 16x 加 1, 这样行不行？今天是求多少 ?a prime 负四分之一，回答我，负四分之一会比负一小还是比负一大？比负一大，所以带进去 ,x 用负四分之一代，负16乘上负四分之一 ,4, 加 1, 算出来是几 ?5,所以说这五就是我谁的 b, 这样行不行？行哦。所以说当你把谁把 a 加 b 负八加五加起来答案是几负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OK, 把这里看一下。